欢迎大家来到安慕希金波波球电影节。今天晚上我们会举办颁奖典礼，颁出本届电影节上的大奖——金波波球奖。哇哦！哇！你们十人当中只有三位能获得提名，而最终只能有一个人获此殊荣。超级个人战，今天是。我们刚才不都入围了吗？入围还有陪跑的呢，最惨，陪跑吧兄弟。这里头有没有终身成就奖？有没有终身成就奖？我在十个里头年纪最大。咱们今天得是凭实力，对吧？实力我也是年纪大的呀，没改过户口，实至名归，终身成就，拼了。那我们今天将通过三个任务来争取提名机会，每个任务的获胜者还可以额外获得一张名牌。快跑快跑！哎，你们跑什么？二对一，不能二对一，撕就完了，快上手。She's got a heart like California, and a smile like a Hollywood dream. She's like a sunset back in Florida, and a top down summer breeze. She's got a heart like California. 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谁被绑架了？什么情况？有人被绑架了，看到了吗？救命！救命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命！救救我！看好人身上泼水，哇，这哥们有点不厚道。你叫吗？大声叫吗？你叫破喉咙都没人来救你。我的好兄弟，你定不会放弃我的。我们来救他。我相信李晨。跟我走，走，干什么？走走。咔咔咔，拍戏呢。哦，有导演是吧？你们在拍戏啊？打扰了，打扰了，先拍，先拍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导演，今天的损失大赔啊！这我们金波波球入围已经定了啊，你们再演也入围不了了。那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英雄救美的桥段，而英雄救美是影视作品中常有的经典桥段，也是故事剧情的高潮。走走走。这个任务就是英雄救美。哎，太好了！谁要救我？谁要救我？我！你们谁要救我？我！好好好，我确实很美。你是想得美。大家要营救的对象是 Amanda。Amanda， 来了来了 ，Amanda 来了。Amanda 来了啊！我为什么要救他？我不认识他，让他自生自灭吧 ，Amanda。这应该找李荣浩来，模特嘛。Amanda 不是在那个中山路的商场那边工作吗？哎呀 ，Amanda 倒了，完了完了！你摘完他头套，我们就更不想救了，你知道吗？真正的 Amanda 在这儿呢。我早上做头发做了很久。我怎么这么好？Amanda， 营救 Amanda。成员们从起点出发，越过水池，带上 Amanda 穿越封锁网，并爬上终点。喝一口芝士波波球味的安慕希，用时最少的成员获得提名。是得完好无损的运到吗？所有的部件运到就可以。必须所有的哦。对，女生你们可以选择直接从鳄鱼上过去。还有鳄鱼。先来抽签吧，是跟谁在一队是吧？对，男生三人一组，女生两人一组。签上还写了你们和阿曼达之间的关系。天哪，是我的闺蜜啊！是我老板，妆发师，爱人。拯救阿曼达第一组，请准备。哼！奔跑吧兄弟！拯救阿曼达第一组，请准备。哼！老板我来了。三、二、一。沟通啊，沟通啊！沙子爹，加油啊！红哥，阿曼达，喂！吴磊这么厉害！
完了，完了，过不去了，过不去了。怎么有种高开低走的感觉？够不着了。喂。哎。我这。哎呦，凯哥行啊。我。哎。啊。沙哥，直接下水走吧。我看来我只能走水路了。你这，哎，别赖，你这终身成就奖，别，老同志，你给人点那什么。这是给女生鼓的。不是男人，别整这套。这样，你给我一只手，我帮你晃一下。哎，这可以吗？等会儿啊。成功接待老板了啊！哎，嗯，啊，走吧，阿曼达。嗨，嗨，阿曼达的手掉了。啊，阿曼达的手。啊。阿曼达，这也太容易掉了。他还要回中山路商场工作呢。你干啥呢？哎，沙溢第二名哎。等等我呀，你们。太难了。好远。嘿。对你老板好。他可以啊，哇，他劲儿好大呀、啊！磊磊太强大了，哇，这怎么做到的？你老板衣服掉了，没关系，你先送上去。上去吧，老板。啊。老板，给你盖起来，老板，你到了。口号是啥来着？他要喝一口安慕希。第一组挑战结束，接下来请第二组就位。阿曼达，我想你，我想你想的睡不着觉。叫，这阿曼达还是河南的。来吧，来。三、二、一。哎，我们得稳中求胜，我们要帅的。哎，他们真的是很慢悠悠哎。这咋过去啊？麒麟，你过不去。我也是这么想。走。哎，不行。郭麒麟，怎么连踩都踩不上去？不行。哦。对不起，阿曼达。阿曼达，让我把金波波球奖项带回家。我都过去了。你推吧，推吧，一二。郭麒麟，水路吧。走水路吧。算了，旱路不行，咱走水路。有道理。对。哎呀妈！
了。我就这样了，我就模仿鳄鱼了。不是也太快了？哎呀，哎呀，胳膊掉了。Amanda， 你的脑袋，他太轻松了，还是年轻啊！啊，你都已经上去了吗？啊！女生第一组就位。Amanda， 不准比我先谈恋爱，要等我。曼曼，这个跑男团看上哪个男的？我给你介绍。一看就是一个已婚，一个未婚。哎，你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走。第一个就锤子。第一个我最强。这回呢 ，OK 了。这回呢 ，OK 了。慢点，慢点啊！再推我！来来来，我下来推。推我一个脚都行。哥，啊，可以了。啊，一会儿也能对我这么用心吗？那不一定啊。能，哥是公平的，公平的。啊！可以。直接踩那个下面就过去了，对，对，哇，我的妈呀，可以、啊，等一下，柳爷，你这韧带不错呀，这咋练体况的？完了，给人揪骨折了，脱臼了。呀，曼曼，你最近吃的有点多啊！我一直闻着阿曼达的脚丫子出来。慢慢喜欢你，慢慢。不，这个体力跑掉了。你单手都行啊，你这么厉害。慢慢，为了我慢慢的幸福，男朋友。男朋友，曼曼，曼曼，你自己搭把手行不行？哎呦我天哪！哎呦我天哪！曼曼，再走一次。哎呀，走。快喝一口安慕希。为了曼曼的幸福，这杯安慕希。我干。
快的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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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帅帅帅帅！接下来请最后一组就位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需要帮忙吗？要啊！先自己试一个，王哥再推你。啊，到位了，这就到位了。好，去吧。这，行了，我看出来了，我下去吧，我下去吧。行了啊，好，我走了啊。别啊，这个也不行。好。坐上，跟我一样，就坐上呗。完了，完了，过不去了。天哪，这怎么过来？你能留在那儿了，你没有力量。那我不管，我只管你抓住。这个交接的事儿是自己的事儿。等一下，哥，你抬上，我出来。等一下，对，啊，我这是什么东西？加油，你的闺蜜 Angela 在这儿。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咋的？这干啥？哎，你别掉，别掉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勾住了，勾住了。啊！不是，你得借着这个的劲儿悠到过那边去，先抓住这个，对。等会儿这抓住啊，对。好，去吧。各种惨叫。怎么感觉你们下面是真鳄鱼呢？这只是一个小水池而已。太惨了。快看看这踩我的呢，好看看，真是踩着我，好吧，使得上劲儿吗？来，这踩我，踩我，这踩我，踩我，这踩我，踩我，踩我，来，这踩我，踩我，踩我，沙子爹，踩我，哎呀，好了，过来，哎呦我天哪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快点！哎呦我天哪！慢点，慢点！直接瘫在那个。啊！阿曼达这个脚，阿曼达你这个脚有点臭啊！天哪！阿曼达你怎么比我还重？哟！阿曼达，自己用点力，看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哦！别别别别，脚脚脚勾住！每个人的战术都不一样。哇，金老师，登山运动员。哎。好，再见。阿姆西，我来了。阿姆西，在刚才拯救 Amanda 的这项挑战当中，用时最少的人是蔡徐坤，用时1分57秒。天啊！毕竟他是我的情人。原来真的是阿曼达是你的真正的情人，他是我的情人。你是我的情人。啊、是吗？脱了。轻轻一个吻。你轻轻一个吻。我疯狂体会。好，这个情人我不要了。不要。那恭喜坤儿，你在第一个环节当中获胜，所以你可以获得金波波酋长的提名机会，同时还可以额外获得一张名牌。谢谢我的情人 Amanda。